反正能做的到的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练习滑板就得有个态度啊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学啥你得像啥，态度一定要认真。我收手了啊！这都是证据啊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违规一共有三点：第一，骑车不戴头盔；第二，开车的时候穿拖鞋；第三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啊，也说不出来，这错在哪呢？快看，又一个装逼犯！我生平最鸡巴恨这种开跑车的人，你说嘚瑟啥呀？你说谁呢你？哎呀呀呀！我生平最他妈恨别人说我是装逼犯，说我败家子儿，我能忍，我去你个嘚的！说我装逼犯，我绝不能忍。哎呦我的妈！